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宝妈妈。刚才舅舅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已经回来了，现在到街上了。不知道金宝看到我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，好期待呀！哈哈哈哈哈！看看姑姑头发卷了，呀，呀是啥？好看吗？什么发型？小姑娘做的不适合你，还弄个法式刘海。好看不？好看不，果果？好看。好看，你看我染的颜色。我还以为你会哭嘞，没有给我带来惊喜啊你。怎么啦？你看到妈妈做的新发型不好看吗？不好看。不好看。这个蓝色很奇怪。很奇怪吗？我们去外面让大家看一下，在太阳光下面才能看清楚呢。不是，你染你就染一个迷雾蓝嘛，你染这什么蓝不蓝紫不紫？就是蓝色，乖乖。就是有点感觉，有点渐变色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带你们看一下妈妈的头发在阳光下的颜色，是这样式的。你觉得好看不？还可以吧，怎么从这边看有点发粉红色？哎呦，粉红色！对，我被你看出了粉红色，我的妈呀！真的，这样一缕一缕的，这。是吧？因为底色是黄色，然后染不上，就这个颜色。哎，你怎么把你头发解开了？太疼了，现在都是疼的。疼了。都该洗头了，头好油呀，是不是？对。明天我也要剪头发。剪头发？嗯。剪成啥样式了？剪成我这样式了吗？嗯，比你这个再长点。剪的话就，妈感觉剪头发不好看呀。那还是不剪了吧。看你的头发本身，你看这么长。啊让我们看看，你看，本身都这么长了，你披着看，披着看可好看了，它有弧度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一剪的话，你看到这儿了，到扎的时候就特难看。好吧，那我还是暂时不剪了。就是修一下，妈劝你修一下，好不好？行。把发梢打薄一点。好了，明天我们就该去上古筝班了，古筝班开课了，不能老在家玩了，知道吧？不想去能行吗？该上课就得上课了，还能老玩呀。让你们看看静宝的衣服啊，来带大家看一下有多脏。哎呀，简直惨不忍睹呀！赶紧回去把衣服洗一洗。不想给你买这个浅色衣服的原因就是这，太不耐脏了。咱们这边是不是？给你洗一洗，太难受了。暖和不？太阳晒着，我们坐在厨房里，然后那边有炉子，这边有太阳，感觉好暖和呀，感觉春天就要来了。哎呀，这头发，你是在给我刻意的展示什么呢？是想让我给你剪头发吗？一直在那儿摸过来摸过去。不想剪。不想剪。长头发还是挺好看的。那必须的，所以我就后悔了呀。要不把你的头发剪了给妈妈接上吧。No, 来吧。No, 给你接一个水母头。对呀、啊、你看这边是蓝，上面是蓝色，下面是黄色，怎么样？嗯，不，下面弄个绿的。我成啥了我？还能见人吗？不是，下面就弄那种深绿色。深绿色还墨绿色的是吧？嗯，对对对，就那种墨绿。那我像啥了？真的好，我感觉像广告牌的那个招牌，是不是？接一绺绿的，接一绺粉的，再接一绺黄的，绝对好看。我的天哪，那又像彩虹的颜色了，五彩斑斓了，是吧？这样才好看。再切一个公主切。哎呀，这个衣服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走吧，回去换衣服去，太难受了，换衣服给你洗一下。走吧。走吧。